在外面没有办法用网络，您录影也没有用啊。这里大家停一下，我说一下，这个路口右转的部分，济南路、中山南路已经满了，没有办法右转。您在南路的路权已经下来了，所以请大家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就好了。过了路口就可以走到马路上面，会比较轻松。大家加油！好，谢谢。辛苦了，谢谢。在这边等他。所以你是那个纠察队？志工，谢谢。你是志工。连身份都满了。真的是无权利耶！哎，等一下，我看到这位先生，你愿意接受我的访问吗？我是记者。啊，哎，算了，晚，好，不要进，不要进，不要进。济南路已满吗？济南路满了，今晚仁爱路跟新一路，中正纪念堂现在开放静坐了。哦，中正纪念堂。济南路也满了。济南路满了。满久吧，中正大国民党倒挂，真是。讲的话在他家里。我是记者，你可以。哦，不是不是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想拍照，那只是跟讲说，等一下警察会要换班呐、啊，然后不要紧张而已。哦。对，因为警察很累。哦、我们大家保护的是警察他们的小孩的未来，警察是也是跟我们就变成一个行动派出所的保护我们大家，我们大家不是对立的，是互相的，谢谢各位。相信鬼。没关系。进来。我到前面去给他录一下那个最前面好了。